上古时期，巨神盘古力劈混沌，天地始分。女娲造化万物，团土成人，以为众生灵长。人类刀耕火种，渐至繁荣。但在此过程中，人类中两个最大的部族却因相互的仇怨连年征战不休。不周山为之岛，天地为之限，双方皆死伤无数。女娲于心不忍，斩鳌补天，历劫生死之际，自断神器于夏目，将九州分为两界，各置二族于其中，并留下真言：于夏目重铸之时，便是两界合二为一之日。为于夏目不致丢失，存于只有两半的莲花之中。两族忌惮对方于夏目之威力，互相抢夺，愈演愈烈，人魔两族由此而生。就这样，互相进击的局面持续了3000余年。九州兴亡就此托付给郎君，我必不负所托。天意弄人，你是魔，我是人，是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，这就是我们的宿命。而于夏目就是我的使命，即便死，我也不会让你得到于夏目。把于夏目还给我！我问你，你对我的情谊都是假的吗？不假。可是我们宿命如此，谁也怪不了谁。杨思博，我要让你终生受阎罗之苦。人族诱杀魔族王首木子陵于人间，魔族神器于夏目亦就此遗失，人族的除魔组织天蓝海阁就此壮大。什么妖啊魔的，都18年没有那大灾大乱了。这些日子我老是睡不踏实，净做些怪梦啊。我梦见咱们村被一个仙人的给那个啥了，哎呦，到处都是血呀，一个都没剩啊。等，别啰嗦了。这回中元节你看看，我仗着这么大阵势，就是要好好的拜拜他。他
看见穆天然那个臭小子，就他一条院。知道了，我让你们家大虎小虎去看着他了。哎，往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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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停停停停停。哎，就是这个角度啦。哎，找到了，等等等，我哎。摔死小爷我了，这回我的屁股都有疤疤了，都能当蒜吃了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算了，不住，我实在抬不动了。那你不能提前说一声，让我有个心理准备。你活该，爷爷不让你去参加祭祀，你偏要去。小爷我可是福禄村的扛把子，谁有活动少了我，那多没面子呀！再说，我就随便看看，这么紧张个什么劲儿啊？你使劲呀！我再使劲儿啊！小爷我呀，穆天然，你太自以为是了吧，整天无所事事惹是生非啊，凭什么村长和奶奶都护着你啊，你有什么本事啊？是啊，有什么本事啊？本事啊，哼，我本事多去了，可能说上八天八夜猴子都说不完，要不你们准备点花生瓜子儿，或者搬个板凳来听我说。谁要听你说废话，你个无父无母的小野种。小野种，你再说一遍。说你怎么了？不许你们这么说天然。勺子，他整天欺负你，你还帮他说话呀？天然没欺负过我，你们不能这么说他。勺子没事的，真的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我们走。哎，不能走，不许走啊！不许走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是不是怕我在祭祀上抢了你们风头啊？真没出息，你还叫什么大虎啊？我看改名叫做大大大大大喵喵喵喵。你光逞嘴上功夫有什么用？啊，你要是有能耐，你就去祭祀上逞威风啊！我算你有种。
哎，沈总，我跟你说啊，爷爷，叫你不许来这儿，知道吗？而且不许做危险的事情，知道吗？摔伤了怎么办？摔到胳膊，摔到腿，会骨折。然后摔到脑袋，人会变傻，砸了人要赔钱。哎呀，砸的花花草草，爷爷还要自己种嘛。爷爷，你说的这些我都会背了。我说话你可不可以不要打断？爷爷年纪大了，虽然也不是很大，你这不礼貌，知道吗？哎呀，爷爷，你怎么比张婆婆还啰嗦？怎么会？她啰嗦的都是废话，我啰嗦的，我怎么会啰嗦啊？爷爷，祭祀上都有什么活动啊？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哎，我们约好了，你可不许去大祭司那边捣乱啊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那个大虎、小虎他们不去找你了吗？爷爷，你怎么能派人看着我呢？我就这么招你看不起吗？我穆天然是个这么不值得人信任的人吗？全村上上下下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！爷爷，你给我回山上去！祭司结束之前，你不准给我下山！回去，回去！爷爷，我不是来捣蛋的，其实我就来看看我那个弹跳锤到底怎么样。这次啊，你是自己用手动控制，破坏率是比以前稍微小一点，哎，可是精确度提高不少。可是后来我发现控制杆失灵了，所以下次要用更结实的材料来做控制杆。哦，不然摔下来怎么办？摔伤了胳膊，摔伤了腿。哎，爷爷，你等等，您说的对，您说的都对，我是不是应该再做一个马扎座位，就像篮子那样？哎，对哦，我这次就是因为没有绑结实了，所以才抓住控制杆的。座位，这想法不错啊。爷爷，那你教教我呗？不教。我上回教你控制杆，你把村子搞成这样；我再教你别的，你把咱们村都给炸了。那我下次连控制杆都不用了。我就直接从那儿起飞，然后落张伯伯他们家，最后再打鼓场那停一会儿，还停就摔下来了。谁让你不叫我坐那个座位？反正小爷到时候都会掉下来，不是个半死就是个残疾，我倒不如死了算了。到时候阎王爷就会问起来我是怎么死的，我当然是摔死的了。我为什么会摔死？因为爷爷不叫我坐座位。好，我教你就是了。别动不动就到阎王爷那儿告状。爷爷，您可是葫芦村第一巧匠，您还指着把这个手艺传给小爷我流芳百世呢。自作孽不可活呀我。爷爷，那我把话说前头啊，你可不能再拿那么葫芦村当实验啊。我不做怎么知道好不好呢？实验是检验弹跳球的唯一标准。也对哈，实验是应该的，那你可以去隔壁元宝村拿他们试试啊。和尚跪地上。你个臭小子，连着就倒了哈，不许来。你村长，打扰打扰了。来，真是小小心意。村长长林大战我可是见过的，那叫一个惨啊。早就说了，咱们这人和妖还有魔族混在一起会出事啊。好，别嚼舌了好不好？咱们福禄村就你们这帮人把风气搞坏了，光在那儿嚼舌，有本事你们就干啥？咱们福禄村呢有仙人给造的结阵，百毒不侵。是，反正吧，这次就看大祭司做法，保村子平安吧。放心，我这回找的大祭司啊，远近闻名，
哎，求风得风，求雨得雨，我求了他三天三夜，哎，他才答应中元节先来咱们村，然后再去隔壁村的。哎，你们不知道，找他多难呐、啊！他生意火得一塌糊涂，哎，排好长的队伍，那个排队的人排十好几里地呢。哎呦，村长，那可就太好了。那个臭小子呀、啊，千万不能把大祭司给惹恼了。这。连什么屎盆子都扣在天然头上。没那臭小子，咱们福禄村离魔界这么近，要是说十八年前就该没了。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吗？他还以为自己独闯龙潭，孤胆英雄呢。天蓝海阁，少阳旗门下，灵犀。三年来，我斩杀妖魔900只。如果今天你们乖乖束手就擒，我心里一高兴，还可以留你们几年的修为。天蓝海阁倒是听说过。但少阳旗，你信他？天蓝海阁会招他这么一个小娘？你师父叫什么呀？我师父他已经过世了，可是我师爷，哼，他是除魔真君杨思仲大人。18年来，他驻守成林镇，不让一只妖魔危害人间。就算你是杨思仲门下弟子，那又如何呢？今天你师父来了，也是我们的盘中餐。来呀来呀！这可是咱福禄村最在乎的祭祀了，以前中元节都没有这么盛大过，你可别听他们的瞎捣乱，不然爷爷他又要惩罚你了。哎呀，多盛大，小爷我的天把火，我说一不二，赌约都定下来了。别说是祭祀，就算是天宫，小爷我也拿硫磺弹炸个天翻地覆。哎，不要天然，你说不弄出点大东西还是我们天然吗？天然不要，这可是祭祀啊，不然爷爷等会又要惩罚你了。还不是败在了我的硫磺弹下。你这个臭小子，你竟然杀了大祭司。
林夕，别闹了，别吃了，别吃了我的小祖宗，我的小……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？走走走，去找大虎他们。老庄，你是来拯救我的吧？庄先生，又闯祸了。什么叫又啊？老庄都赖你，从来不教我一些有用的法术，都是些三脚猫功夫，害得小姨我没法耍了。教你功夫，你也就在福禄村闹闹，你还能干什么？哎，我能建功立业啊，我还能让你和村长扬名四海。我们为什么要扬名四海？因为你们是我穆天然的师傅嘛。那句话叫什么？怎么说来着？啊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你教我吧。天然，别胡说。村长和庄先生，谁是鸡，谁是犬呢？哦，也是。那就按属相来吧。哎，庄先生，你属啥？老庄，你就让我看看你到底长什么样子嘛！这一年多来，我都失败560多回了。呀！哇！哇！老庄，这什么法术？你教教我呗！你教了法术，我就能除暴安良，我还能保护张伯伯还有村长他们。除暴安良，哼，村里唯一的暴就是你，
你先把自己除了吧。老庄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我小爷我可是十足好青年，跟村子里面那几个家伙比，哼！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办大事。办什么大事啊？是偷鸡啊，还是摸狗啊？我摘大果子去。什么大果子？这你就别管了。今天中元节，小爷我就孝敬你一回。哼！别在后山上乱跑。林夕，这小子刚才使的应该是天蓝海阁正阳旗的捉妖法术，跟我们少阳旗的法术好像不是一派的，是吧？你为什么还不出手？来了，谁来了？木天然，赶紧去弄，快去！哦，哎，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呀？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儿？怕被小爷我知道啊？啊，我大虎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怎么可能像你一样呢？你看你这个样子，肯定闯大祸了吧？哼，那可不是。小爷我一个硫磺弹下去，祭祀典礼顿时变成烧烤大会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去验收一下小爷我的丰硕成果？我才不帮你背黑锅呢。那既然如此呢，你还不速速认输，赶紧跪下来给小爷我磕三个响头，弥补一下我的损失。你想得美你，勺子！看来你是对咱们的赌约不感兴趣了是吧？没事，反正这个赌约和你没关系。我就悄悄地告诉勺子。什么呀？我也想知道。什么秘密啊？我最喜欢听秘密了。大虎，到底什么秘密啊？你快点告诉我们，快点说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告诉你们。哎，咱们这个山洞里呀，它呀有宝贝。啊，宝贝！快点，不要拒绝。真的？这破山洞里会有什么宝贝啊？切，我骗你们干什么呀？这是我无意中发现的，听老人们说呀。这山洞里面有一个当年著名的捉妖师，叫做钟，哎，钟什么来着？钟馗。对，钟馗。钟馗在他没有成仙之前呀，来过咱们这个山洞，落下了一件宝贝。哎，这个宝贝呢，能够满足勺子的愿望。我的愿望？啊，真的吗？啊，哎，什么钟什么？勺子，你什么愿望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去年过生日的时候许过一个愿望，说是一次性能吃三十个大包子，还把我长胖，说不定这宝物就是那三十个大包子。三十个大包子，你才十个大包子！你敢打我了？你干嘛呀？你干嘛？我现在是告诉你了，你有没有勇气自己进去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我先跟你说清楚啊，这里面可危险着呢，你别带着勺子跟你一起去冒险啊！危险怎么了？为了勺子三十个大包子，魔窟我也去。你让开！天然，我跟你一起去。里边危险，你可千万别去啊！那我更不能放天然一个人去。勺子，天然，勺子，勺子，里边的东西你可千万不能碰啊！这可怎么办啊？不立宪，不立宪啊！多谢你，多谢你，谢谢你了。你是天蓝海阁少阳旗的？是啊。是啊，你是哪儿的？我是天蓝海阁正阳旗的。哦，现在还不是，不过马上就是。我叫杨仁植。哎，啰嗦什么呀？大家不都是天蓝海阁的人吗？对吧？我在秦州城长大，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就是怀疑我不是天蓝海阁的人喽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些真本事可都是我的师爷杨思仲大人教我的，都是一些斩妖除魔的利器。大家呢也不用谢我。要谢呢，就谢我的师爷杨思仲大人。我呢，比起我的师爷来说，还差那么一点点。
我只是一个打遍江湖无妖魔，行走天下护苍生的人间第一女除魔师而已。第一？谁封你的？乡巴佬，我斩杀了900多只妖，我很有名的。那你知道杨思仲的独门法器是什么吗？又最擅长何种法术？毒。你之前受你愿望是什么来着？我都给你说过的，你都不记得了。哦，对，你想做人。嗯。哎，这算什么愿望嘛？这人和妖又有什么区别吗？想吃吃，想喝喝，想玩玩的。可是听张伯伯说，人的世界可有意思了，不仅有很多好看的衣服，还有很多好吃的，变成了人就可以去人的世界玩了。那你这还不是想吃30个大包子？这不一样。好，不一样不一样。等我找到了大宝贝，你想变人就变人，想变妖就变妖，想变人妖我就让你变人妖。变你个大头鬼。好了，走走走走。我师爷啊，他长林战役之后就一直镇守边疆抵御魔族，是吧？人间18年来都没有他的足迹了。而我呢，我是他的徒孙，我继承了他的衣钵，替他斩妖除魔，有错吗？啊，哎，大家说说看，我这样做有错吗？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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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极了。杨思仲他的独门法器是法杖，最擅长御剑术，知道吗？小子，也许我现在还不是，但是我将来日后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人间第一女除魔师。你还差得远啊！我告诉你，一般的小魔小怪他们是见不到我的真本事的，因为我师父不让我随便用法术。哎，干什么去？哎，多谢杨老板保我们平安呐！哎呀，你怎么帮我呢？对呀，这老板是个本分人。没想到这小子眼力还不错。后生，你可别乱来呀！陆老头在这开店十几年，从来没干过什么坏事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可没干过坏事。就是啊，你们看不出来的。其实这个店主是一只灵蟒精啊！灵蟒精，他的道行比刚才那两只蛇妖不知道要高几百年呢。这怎么可能？其实我今天真正的目标就是这只灵蟒精。哎呀，管他什么精啊！小姑娘，他又没有为非作歹，你什么情况？我们是被那两只蛇妖胁迫的，不得已啊！肯定是。我没干过坏事啊，没干过坏事啊！天下第一女除魔师，要不要放他一马？放他一马？哼，妖就是妖，除尽天下妖魔是天蓝海阁的正道。传说中的捉妖师，长太丑了吧？我觉得大部分的妖怪是被他的样子笑死了吧？哎，小子，你觉得呢？确实挺好笑的，但总觉得他有点怪怪的。啊？嗯？什么？什么天灵灵地灵灵？小子，你看看，便赐予。天灵灵地灵灵神珠服用3日后便可蜕变成人。天然，他们说的是真的，这个神珠一定就是神仙的宝贝。什么天灵灵地灵灵神珠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你没听过的宝贝可多着呢。哎，
神也要保佑我啊，一定要保佑我可以变成人哦。神仙保佑，谢谢神仙了啊。哎，起来。我怎么觉得这里有点奇怪？你别吓我。啊，这几个小王八蛋还想整小爷我。哎，嫂子，想不想看一出好戏啊？不听劝吧，非自不量力，跟天蓝海格斗，不救你吧，贾深老大他们肯定埋怨我。你们这些风流债啊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还完啊？原来是你这只九命猫妖一直在跟着我。